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感谢格莱美和 Bravo Entertainment 的盛情邀请，我很高兴担任格莱美音乐节中国区的宣传大使。首先，格莱美音乐节将于4月30日亮相北京长阳音乐公园，国内外乐坛九组顶尖艺人8小时不间断的超级现场，集结海内外最顶尖的制作团队，让我们共同为你打造一个无可比拟的现场音乐盛会。